位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然后院长好。你好，你要加入吗？啊，加入吗？对啊。有什么资格限制吗？就是你要很会尖叫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待在五月天？其实我们练团的时候，我都在尖叫。好，你通过资格。纯粹绝对无所不在，任何事的基础。如果因为你是战犯，我就是瞬间。让我们来欢迎昨天的孩子，今天的玛莎。各位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然后院长好。你好，你要加入吗？啊，加入吗？对啊。有什么资格限制吗？就是你要很会尖叫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待在五月天？其实我们练团的时候，我都在尖叫。好，你通过资格。我想要弹这个很久了。我也想要摸那把琴很久了。所以今天就是我弹吉他，然后启真弹贝斯，对不对？对。1, 2, 3, 4。你只是个孩子，还在学会念自己的名字，回头没有历史，青春也还不是一首史诗。哦，还不懂暗示，还不懂掩饰，还只是个孩子。你的眼睛说明你的坚持。再多的人我也不怕，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，短短一秒钟，就算是短短一秒钟，也像是握住他的手，就像是警告对他说，因为那短短一秒钟，就算是短短一秒钟，也像是握住他的手，就像是警告对他说。说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要记所有美好梦想，就算和别人相拥，你精彩的假动作。为了他，我用力尖叫。我用力跳，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。为了他，我往前冲吧，再多的人我也不怕。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。